要来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圣经上面啊。那我先读了这一段啊，圣经给大家听啊，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的前因跟后果。然后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感恩啊？什么叫感恩啊？在路加福音第17:11啊，这样说啊，大家注意听。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又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耶稣说：“洁净的人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人眼前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人心里。”这段是讲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什么是大麻风啊？大麻风在远古代的时候，你如果远远的看到有人走过来，你自己是大麻风的话，你要远远的就说误会误会，我是大麻风的，你不要靠近啊！你如果没有这样讲，结果被人家发现你是大麻风，在一个近距离之内，你会被抓起来，甚至要被人用石头打死。意思就是说，在当时长大麻风的人。是一个很不接近，是一个被社会所遗弃的。什么叫大麻风呢？今天我看你们大家大概都没有大麻风，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自己承认，然后这样来讲说自己是大麻风。大麻风的我曾经看过照片，我没有看过本人那个真实的长大麻风人的照片，那个脸上是。有缺陷有些是还没有器官还没有掉，有些眼睛已经怎样，已经掉下来了，一个黑黑的框这样子，然后呢全身有许多的这个有些地方长凸出来，有些地方已经没有，所以他们有些人就用手用那个布把那个已经掉的那个器官呢就包起来，所以你在看到大麻风的人，你其实看到他如果已经有这种现象。大麻风的初期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皮肤上面长一些红红的东西这个红斑，那这个红斑呢也不会痛也不会痒因为它是侵蚀你的神经，然后你就那个地方就没有感觉但是呢会慢慢会扩大到它侵蚀你的神经，你受到一些的感染，但是你都没有感觉，所以它就因为没有感觉的关系，你也不会去看医生，然后你的器官或者手术掉下来，自己都没有感觉，所以大麻风病是一个很痛苦的病是说它不是真的肉体的痛苦，是你心灵你会遭受到很多的挫折，因为突然间你早上起来你的手不见了，突然间你早上起来你的脚趾头是掉下来，你会感觉到你的整个身体好像被死亡遗落慢慢的这样子的在古代，他们如果是得了这种病的，他们都会一起居住在山洞，要不然就是居住在一个地方，他们就离群索居，他们彼此之间来彼此照应。所以这一天十个人，他们一行人，然后呢，这样好像在远远的在人群的远方，他们在那地方走动的时候，突然间有人跟他们讲说，那个就是耶稣。许许多多人，所以他们就高声的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不敢靠近耶稣。他不是怕耶稣，其实不是怕耶稣，是怕耶稣旁边的人，因为耶稣旁边的人是怕大麻风。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其他地方记载，耶稣看到大麻风的人，他还
稣不会被感染这些层面，而是耶稣要借着跟他们触摸，因为别人不敢摸他们，耶稣敢摸他们，就这样让他们心里获得医治。用这个，这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耶稣有没有就过去把他们四个都抱住，然后说你们的信救了你？没有。耶稣为了整个的场景，因为耶稣旁边许许多多人这样跟着他，耶稣就远远的跟他们讲说：“你们把你们的身体去给大祭司看，去给祭司看。”在当时来讲，你如果得到麻风病，人会把你带去给祭司看，因为有一些只是长癣，只是长一些皮病而已啊。所以呢，要去让祭司啊，在就业的时候来啊。身体有记载，这些技师是皮肤科专家，哈哈，啊，他们呢都能够看出来这是不是长麻风。如果是长麻风的，就要隔离；如果不是长麻风的，那他可能就擦点药就好。所以呢，最后你不管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麻风病，你不管你自己是不是觉得你的麻风病已经好了，最后谁决定你可以回到你的家庭，回到那个社会里面，是由技师来做。这十个人，圣经这样讲说，他们一起去祭司那里，一看他们的病都在那里。好，我想如果我们是麻风，在这时候你一定会怎样？啊，欢喜快乐，对不对？你高兴是不是？啊，然后其中这十个人，其中九个人都这样，快乐到忘了是谁。他们快乐到忘了他们当时这种无望绝望的时候，看着耶稣，然后向耶稣喊着说：“夫子啊，你救救我们吧，可怜我们吧。”他们忘了是谁告诉他们说：“你们把你们身子去给祭司查。”当他们觉得好了之后，就跑掉，就回家了，就回家过一个正常生活。只有一个，其中只有一个，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傻瓜。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不洁净，并不是说他们长大毛孔不洁净，而是他们的血统上是不洁净，因为他们和外族通婚，他们呢讲不好听，从他们角度来讲，他们是杂种，他们实际上是血统不纯。但是，是个大毛病，因为这样，所以这样子血统不纯的人就没有机会来得着。什么大毛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不对，所以他们就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耶稣说，洁净的人不是十个人，那九个这样。然后他又说，除了这外族人以外，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这个言下之意是说，这十个人里面还有人啊，还有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反而不回来感谢神。当然，很多人停在这里会这样的来。争辩什么呢？难道一定要回来耶稣面前才是感谢神？难道从这些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当然不回来耶稣的这个？难道他们不能够回家来感谢神？当然可以这样来争辩，但是从耶稣的谈话里面知道，因为耶稣知道从父神，他们家。让我们在做一个感谢的工作，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感谢的对象。谁帮助我们，我们会怎样？会找他，然后怎样来向他感谢。在这借着这个感谢呢，我们也把感谢呢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样争辩的人，我觉得是没有道理，是没有根据。这个是为自己。我们常常我们会说：“哎呀，我在我家里面崇拜神，我在我家里面感谢神，我在我。”你怎么知道啊？当别人在疑问你的时候说，你怎么不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说：“哎，我在家里面躲在棉被里面，我敬拜神敬拜的挺好的。”啊，我星期天我看着这个internet 啊，这个有很多很大场景，里面教会太小了，我看那个几万的人一起敬拜的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地方我也用很敬虔的态度跟他们在那边敬拜，你怎么说我没有敬拜神？常常。当我们真的深入的去了解
讲这种话的人，他们的生活的时候，他可以一次，他可以有两次。我可以跟你保证，他绝对不是每个礼拜都能够用同样的敬虔的心，然后在家里面穿着拖鞋、穿着睡袍，在那个地方用敬虔的心。耶稣，你们为什么只有一个？不是只有十，有十个人的大麻风都得到洁净。但是这里讲到说，只有一个回到耶稣的面前，来这样来，耶稣像这个撒玛利亚。当然，我们不是说站在这台上讲见证才是，但是我们真的有把我们从神那边所听见显明出来。我们身上恐怕没有麻风病，但是你的身上没有疾病，你的身上可能没有肉体上的疾病，你可能没有像舅弟那样在十七年前得到乳腺癌，你可能没有得到一些事实的疾病，但是我要这样挑战你的心灵没有疾病，你有没有罪需要被赦免？你说啊，那是初信的人，还没有信的人，他们的罪需要被赦免，这样他们才能够得到救赎。我说没有错，但是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继续的罪，我们不需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信主就不会再犯罪，我们罪得赦免，这不是一种心灵的医治吗？这样的医治岂不比我们身体的医治更加的重要？但是我们多少人回到神的面前来感谢？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感恩节，啊，一年一度吃了个火鸡，我们才想到说我们要感谢上帝，是这样，还是用火鸡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有时候是不一样，有些人是看到火鸡才想到要感谢神，这叫做一年一度的感恩节。但是我们一年一度借着感恩节来表达我们的感谢，这是对的，表示说我们平常就是这样一个感恩的一个生活，感恩的。因为这个，我最近我感觉到，我几乎每一天我都在感谢神。当我成为基督徒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发现我过去我对罪的认识是不变的。我最近我真的感受到那个无罪一身轻的这个喜乐在我里面更加的让我感觉到说，我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这里。我感觉到我被医治，我感觉到。我的罪能够真的在十字架的面前真的是能够脱落，我是第十代的基督徒，好像应该早就处理这个，在17岁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承认我的罪，但是我发现还有很多的罪在我17岁之后才犯，信了主之后我继续犯罪，犯了罪在层次上，我发现我犯了很多我不顺服的罪，上帝叫我做这个我却不要，我要做那个，上帝叫我要听父母的话，我用很多的争辩说我父母也不见得是听上帝的话，我为什么一定要听父母？弟兄姐妹，我发现我里面有许许多多在不同层次上，我觉得信主之后犯罪的说法更高超，但是仍然是犯罪。当了牧师之后，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罪，感觉到要做的好像力不从心，好像我的罪把我拉住，让我这个牧师做的非常的讲不好听，在撒旦的面前。根本就没有被撒旦放在眼里，感觉到好像我们的教会，上帝所
要我牧养的教会，上帝要我传讲的信息，我感觉到好像在撒旦的面前啊不堪一击，并不能够把人从罪恶里面这样魔鬼的归向。我感觉到我的罪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也要做这样的事，帮我在神面前，我重新把自己献上，说是啊，神，我在许多事上没有重新，在许多事上不坚持，在许多事上我认罪，在许多事上我觉得我说不好，是以当你活路，所以当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明明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是感觉到好像没有着力点，我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是不是我的身上我没有这个力量？有一首诗歌这样讲，他说：“我跟神求能力，但是神向我问说，告诉我，好像对我挑战是一个捷径。我们如果是个捷径的器皿，我们是来这样产生。”我觉得我在最近的这一阵子，我在神面前不断的求神来接近我，让我奉献能够更加完全，让我能够更加完全被他使用，让我能够更加的让他的圣灵能够在我身上来自由运行，来牧养他的教会，来帮助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你里面能够更加有突破，更加有自由。当然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的，但是既然我被安立为牧师，既然我被差派成为教会的牧者，我岂不是有责任？所以我也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在这一阵子，我觉得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挑战，让我真的在神面前